原标题猝死之谜，郑成功正值壮年却突然暴病而亡。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，他骁勇善战，令殖民者闻之丧胆。但郑成功就在台湾收复后不久便去世了，年仅38岁，正值壮年却突然暴病而亡。仔细推敲其死因，就会发现有许多疑点关于郑成功的死。